们现在要去餐厅，今天要帮 Vita 庆生。很高的吧？Emma今天穿得很美，请转身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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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ight here, and the only one wearing green on the year of 2018, which is the year of 发财。那么呢，一起发，我们就从 Vita 这边散发这个感染性的财运给大家，祝大家今年都过得很快乐。然后我们也大家祝他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明天才会结束，所以今天先跟大家说晚安，然后我们明天见喽。今天是第二天 Vita 生日，然后现在我要先去雅漾的活动，雅漾活动结束之后呢，我就要去帮忙布置会场，然后晚上就是 Vita 的另外一场生日活动。好，那等下带你们去看看吧，今天有点热。好，拜拜。伊爸跟花都还没有，现在来的人很少，然后他们要准备一些，然后等一下活动就要开始了。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文华东方的青云，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了，我们就等一下见吧，拜拜。全世界最好控制的人，说站说坐都可以。再来，我还掉了。刚刚参加完雅漾的活动，然后拿了一些试用品，然后现在呢就要赶快去活动的会场，就是等一下是 Vita 的生日会。Bus 跟雪板已经去拿好气球，然后已经前往会场了。现在我要赶快赶过去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呢，我会再拍一个临时喝的影片。好了，那就等一下见。现在帮 Vita 布置他的会场，气球亮晶晶都来了，他准备了很多东西，像这种。好啦，继续布置。住 Emma 家，这只猫咪要住 Emma 家，这只猫咪不受欢迎。那你要表演使用猫砂吗？我们刚刚拍完零食和影片，这人还在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不停。不难吃哎，可是我觉得它不像软糖，我觉得它不像。
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布置的。Emma 买了两个大气球，还有 B 还有这些小气球。然后我们从淘宝买了这些星星啊、跟字，还有流苏，很可爱的。好，等 B 打来。很美吧？好适合他哦！哎，不要拿那个擦，我们拿我们的擦布擦。哎呀，好谢谢啦！喜欢吗？好贵啊，对不起，你们都花钱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看起来有点荒谬。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现在呢是快要晚上十一点了，然后我要搭最后一班车回新竹了。那连续两天帮弟弟庆生，希望他能够过得开心。然后也谢谢你们观看这一次非常简短的两日 vlog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影片。那喜欢不要忘了帮我按个喜欢，也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。哎，你确定不要抱吗？抱好。再抱一下。抱一下嘛。你看，声音比礼物棒棒吗？